兄弟们想不想看剑会单挑环，就顶着这个称谓的话来擂台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？变个幽灵卡片不过分吧，对吧？变个小幽灵卡片不过分吧，也没有加伤害啊，对吧？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法宝带的没有错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带个四件石，伤害更高一些，带个四件石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擂台109级，就炮哥玩这样的号，这个号的话能够增加三段，我直接打175级的吧，要不兄弟们直接打175吧，109级打175级 有一点过分嘛。我们来看看一下哪个人看起来比较像高手，109级觉得能109级高手，单挑环在此，109级都没有人点我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高手。哎，这个，哎呦，109级神木林，我跟你说，就这种斯多林打这个神木林，真的闭着眼睛打，好吧？以炮哥的技术来说的话，这个神木林真的闭着眼睛打。就兄弟们，打神木林最好的方法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呢？线形套路，好吧？很多兄弟们不理解，就是一把线形过去。对吧，一把三个有爆，真的看见看一下炮哥梦幻西游109级第一人怎么打 PK， 一把现金2000多，三个有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好吧，这一把青霞宝宝，对吧？一把现金封住我，对不对？动不了，对吧？我们现金之后可以用破血，对吧？直接破掉，出手的机会都没有，来一刀600，不特别痛，好吧，一刀600不特别痛。我们现行完之后变个身，对不对？三个有爆自动攻击，他要出宝宝，下回一把连环击直接 game over， 还出顺法，真的顺法对于我这种硬件有用吗？顺法自动攻击，对不对？ OK 兄弟拜拜， say goodbye， 无级别也没用，哥们无级别也没用，兄弟对吧？这个战术真的无敌，换个宝宝，好吧，我们换个宝宝，换个林中鸟的吧。哎呦，还有人来打我呢，哎，这种人真的，就我跟你说，带芙蓉就过去就是一把连环击，真的，让他看不到，对吧？你带芙蓉怎么点我啊，兄弟？芙蓉仙子你怎么跟我打呀，兄弟们？剑辉单挑环，所向披靡。就这种号玩 PK 怎么可能输呢？就真的输不了，一刀三个有爆，宝宝直接神勇，真的输不了，一刀三个有爆，对不对？我很想输，但是我的实力不允许我输，真的，对吧？很想输啊，实力不允许啊。我看一下宝宝，带个林中鸟的吧。林中鸟，哎呦，又点我，真的。他还不服呢，还点我呢。你点我没什么套路啊，我第一把，对吧？请你吃现行，你没有办法破解啊，对不对？医术在手，我第一把不连环击你了。医术在手，你按防御，对不对啊？防御有用吗？啊，怎么说？对吧？平砍一下宝宝，壁垒击破跟一下，对不对？下回还有一把破血反攻，你怎么跟我打？要硬件有硬件，要战术有战术，真的。要指挥有指挥，你怎么打啊，兄弟？啊，对不对？我这边还有一把现行，还有一把破血宽攻，怎么打，兄弟？怎么打？你扛得住啊，兄弟？还断月，非得找差距，对吧？非得找差距，对不对？非得找差距，给你吃一把出其不意吧，好吧？非得找差距，对吧？无敌耶，兄弟们，无敌！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我再问你，我再打一次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高级一点的呀？129级，我觉得打我们也打不过，真的。最好来个什么175的，
哎呦，一百零，哦，这个是晚上啊，我们没有变卡，好吧，打最后一把，晚上没有变卡，我们打最后一局比赛，好不好？晚上没有变卡，让他没有变卡无所谓，先亲个宝宝，对吧？先亲个宝宝，不欢，镰刀带走，对不对？有医术啊，下回一把连环计比赛直接没了呀，兄弟，出恶宝就没了呀。哦，没有出恶宝没有关系，医术在走，你怎么跟我打，兄弟？一把连环计比赛结束了呀，兄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打，兄弟？怎么说？不用变卡片啊，变卡片都是多余。哎呦，没死，一个战也爆。爆个大死，哎呦出，哎呦这，这有点难受了呀，两把三宝，这输了怪宝宝啊，兄弟们，输了怪宝宝没有神，啊输了怪宝宝没有恶宝，哎闪现，兄弟们我们这个闪现有说法呀，好吧，我们这个闪现的宝宝是一个引攻闪现，好吧，引攻闪现就这硬件真的输不了，我破血扛攻亲人，对吧，引攻亲宝宝，必赢的局，对不对？闪现引攻，这谁能想得到？你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他妈闪现引攻，真的，我这就这号打擂台，真的无敌，真的无敌，就面面俱到，号主能想得到的可能都想到了，真的，这闪现引攻都来了，兄弟们，就这号游戏体验感百分百，好吧，这个青花瓷飞得很高，再打一次他吧，好吧，打一次青花瓷吧，好吧，哎呀，随便打吧。青花瓷对吧，没有用，没有什么用，真的没有什么用，面对剑会单挑环来说一切都是浮云，哎呦，看性可以啊，搞不太动，亲家宝宝吧，小看他了，哎呦，他也没伤害啊，不太行啊，不太行，他伤害也不太行，兄弟们，有一说一，先亲一下宝宝吧，贴一下，对吧？贴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有163，那下一回有一说，哎呦，这宝宝真的很难受，我输了，兄弟们。就这种号在我手里面是不可能输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，跑了，哎，那头不会跑，嗯，输是输不了了，兄弟们，说地址跑了，好吧，对吧，就这个号第一局 PK 是输给炮哥的，就号主玩这个号没有输过，输给了炮哥，好吧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